我需要 talk it talk， 不对，一个不够 talk， 我要 my FM talk three talk five。刚才听过的歌曲呢，有这一首 Dark Side， 还有陈立农的《还爱着你》呀、啊，是你还爱着他吗？他还爱着你吗？说到爱情呢，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是单身狗，我觉得单身狗就一个单身狗玩在一起，也不能说全部单身狗啦，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谈恋爱过后呢，也感觉他们好像单身。远距离，或者是工作非常的忙碌，然后还是会跟朋友一起玩，就感觉不到他在谈恋爱哦，因为我身边没有什么恋爱脑的朋友，一定要黏在一起的朋友比较少，所以今天的 My FM Top 3 Top 4呢，继续跟你们聊聊关于两代人之间的关系，今天聊聊两代人的恋爱观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呢？因为呢，前几天就跟一些老人家聊到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爱拍拖，为什么都不要结婚，然后不要生孩子，然后就聊起来了。因为我觉得说老人家的东西我还是想听一听的，他们就觉得说是不是想太多了啊？首先我再解释一下，现代人会不会因为想太多所以不要谈恋爱呢？我觉得是会的，不是我们想太多，而是因为我们害怕逃避而不想去面对一些责任，所以导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想要去进行一段感情，因为毕竟你要进行一段感情，你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和力啊。然后，你爱上一个人，你是会被他的行为还是什么导致你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波动，很影响工作，很影响你的个人生活的嘞。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害怕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所以选择了单身。所以这个我也是跟那一位可能老人家说了一下，他就讲哦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就让他们自己去吧。我就想让他们自己去，是不是真的还会拍拖呢？因为我讲实话，我单身久了过后真的很 enjoy 单身，真的会成为习惯，你真的会习惯很难跟人拍拖，就是真的很可怕。等下回来继续再聊聊还有怎样的一个问题，或者是我们来聊聊老人家是怎么想恋爱这个东西的呢？回来再来聊吧。那好玩，炎热的天气就要玩水，玩水就绝对少不了 Splash Mania， 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39个刺激好玩的水上滑梯和各种娱乐设施，今天就到 GLPLAY.COM 的 MY 购买门票吧。每逢星期五晚上9:30要你留守 Astro AEC。